在南投县政府秘书长彭信雄的带领之下，县府主管来到南港工业区一间汽车零件工厂来参访。因在县内算是一间成功的企业，希望借着参访，会当增加同仁为民服务的品质。那建林公司最主要是做那个安全气囊的一些展示架，那是我们在工业区里面很成功的一个工厂哦。那在也是股票上市的公司，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销的工厂。由总经理陈伟武做干部，让大家了解公司的运作情形。彭信雄希望各主管会当为参访的过程当中，吸收企业成功的秘诀，学习如何创新，而且做好内部的管理。那我想他的不管他的管理方面，在量的管理或者在人员的管理方面，都有非常成功的一个管理经验。那我们今天也是安排所有县政府的一个中高阶主管，那由人事处长来一起来协同。那我们最主要还是来学习他们的一些管理的一些知识跟一些理念，能够带回去我们县府，然后好好的能够改善我们一些对各顾客的服务啊，就对我们县民的服务啊能够更好。管府嘛办件感谢证，感谢因愿意给管府参访的机会，让因会当互相学习。公司抱着今仔日爱比昨好，明仔爱比今仔日搁较好的精神来领导员工。彭信雄希望各主管也会当用这个精神来带领同仁。记者郭维迈采访报道。